同事吗？妈妈答应你今天早点回家，然后陪你看漫画书。张晨，像你这样总是加班的人吃葡萄比较好，还有千万不要喝太多咖啡。好，我听我的小头包的。实验的全部数据，他们跑！妈妈，你这个疯子！还有更疯狂的事情。想救回你儿子，完成你的使命，回到过去。豆豆，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？彩虹战士穿越时空，闪电冷静下好不好？没有豆豆，阿尼克斯，这个实验可以没有你。都是其如此，你将会死的。你们女人就是爱瞎紧张。妈妈，蜻蜓电视北美独家呈现。